Hello， 大家好，我是聂云，欢迎收看今天的聂云疯家庭，也再次谢谢 OECOS 跟我们合作，让更多的爸妈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在这里可以交换一下啊我们的爸妈经啊。今天聊的话题比较有趣一点，怎么面对孩子看 A 片这件事情？其实通常这种话题比较少有机会聊到，可是我觉得我们爸妈做爸妈的也必须要很诚恳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管道这么多，小朋友接触到的可能性也比以前高很多很多，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要去思考，而且要去想清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其实也许现在的孩子说他不接触已经几乎是不可能了， It's everywhere。 可是我也必须要讲，有很多方面我是一个非常开通的父母啊，开通的爸爸也好，可是对于 A 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不可能在生活里面100%让这个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或者是甚至一个大人，从来都没有看过 A 片这件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 A 片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呢，对于他的身心发展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个是现在我觉得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是爸妈应该要去思考的。为什么呢？因为太多了，太容易得到了，太容易找到了。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科技又是在某一个环节上其实它是有破坏力的。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有这么多的 social media， 感觉上好像我们跟朋友联系上更方便了，然后可以认识到更多的人。可是各个国家各个研究在在的显示，现在的人比以前没有这些科技时候的人孤单许多。科技越来越发达，人却越来越孤单，人却越来越 lonely。 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荧幕而已，而跟性有关的这又是一个其实对于我们人格发展或者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的一个成长过程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如果说性方面的资讯或者性方面的知识是来自于一个冷冰冰的荧幕，而且这些冷冰冰的荧幕里面可能有一些过度夸张的一些呈现，还有就是无限量的可以找得到这些东西，其实这对一个年轻成长的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迫害，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他会更，你想想看，不只是说看到的东西也许不正确，看到的东西也许有偏差，除此之外，其实它是一个需要建立的一个人格成长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可是它却是跟一个冷冰冰的荧幕在学习，在受到这一方面的刺激，这个对于他的人格发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所以通常的我对于很多东西可能跟很多爸妈比起来我是比较开放比较开通的，反而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爸妈必须要去认真的面对。如果孩子偶尔好奇偷看，孩子就是孩子，可是如果说这个大人要观察有没有影响到他对于性这件事情的偏差，或者对性这件事情过度的纵容，或者是过度的收到的资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提高警觉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但人不能够越来越 lonely， 而且呢这些影片让他看到以后他没有 consequence， 就是说没有后果没有一个不好的后果，你只是在家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所以其实这些对于一个人格的发展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奇怪的，跟一个正常我们人类一路进化到现在，我们的社会进化到现在，突然科技做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我觉得跟人性是有抵触的。所以必须要依赖大人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科技
来克服这些问题。比方说家里面的网络系统有一些设定是可以放在里面，让某一些网站是上不了的。某一些音乐，像现在有的音乐里面也充满了一些暴力跟性的东西，其实是有一些设定是可以减少孩子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父母亲多花一点心思，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而陪着孩子能够比较健康的在现在这一个充满科技而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发展的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快的世界里面去应对这些新出来的问题。希望你们不要觉得我的思维太老旧了，那也希望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对你们会有帮助。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帮我们按个赞，有什么其他想聊的话题在下面留言给我，不要忘了还有开启那个小铃铛。下个礼拜见，拜拜。